上铁路对于大人小孩都是危害性极大，对生命的危害也极大，所以在我们的先进教育下，他的父母和学生领悟到了上铁路的危害性。就是你这还可以说你是搞破坏，你捡石头，你是石头，你放在钢轨上面就麻烦了，就搞破坏了，你不要以为是小事情了。